洗，你没更新荧光色指甲油，生产队的驴要像你这样歇着，早被炖了。欧风中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娜喜，今天来分享一下荧光色指甲油，一共有九支。第一支 Nailholic RD450， 日记真的很少出荧光色，但是 Nailholic 刚好今年出了一个新系列，叫 Soft Neon， 全部都是荧光色。第二支 Ducato N29， 也是 Ducato 唯一的一支荧光色，跟 Nailholic 的荧光红比起来， Ducato 明显透很多， Nailholic 涂一到两层就可以了， Ducato 要涂三层左右，当然质感也会更水亮。第三支 Nailholic 的 OR251， 一个很亮的荧光橘，一层就可以涂得很饱满，荧光橘在荧光色里算是挺显白的。第四支 Miss Candy 的葡萄柚子，它是冰透玉指系列的，所以特别透，也是今天唯一的一支水性指甲油。第五支 Nailholic Y1510 是一个荧光黄，虽然是荧光色，但是不是那种死亡荧光色，后面全部都是 Nailholic 的 Soft Neon 系列了。第六支 GR719， 虽然说是荧光绿，但是我觉得还挺显白的，也很温柔，从来没发现自己可以那么喜欢荧光色。第七支 BL923， 单涂出来也不算太荧光，只是很亮而已，像是儿童画里面的那种天空蓝。第八支 BL924， 这个颜色太像墨水的颜色了，有一种把蓝墨水涂在了指甲上的感觉，但是真的特别显白。最后一支 PK829， 这才是传说中的死亡芭比粉吧，但是我却觉得很好看，甚至想要多涂几次，这个夏天我一定会涂它的，真的很好看，没有想到我也会喜欢上荧光色。